表哥，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？你是爱上我了吗？我是看着公屏上面的字，我没有看着你，我没爱上你。主播，我要上个洗手间，你能不能闭眼睛起来？小姐姐啊，你上洗手间，你就是上洗手间了吗？你上洗手间，我看不见你的隔壁屏幕，我看不见你的吗？你小声一点啊，吵到我睡觉了。那我开直播卖水果，怎么就吵到你睡觉了呢？你能不能暂停一下？我要去屙个尿。小姐姐，你不会拿着手机去屙尿啊？你去屙尿，你还要叫我暂停一下啊？那个拉裤兜子，那个大哥，我还给你暂停的事啊。好，那如果说你不想错过表哥的直播内容，表哥给你十秒钟时间啊，十秒钟时间，你赶紧去上个洗手间，好不好？给你十秒钟时间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暂停了。你笑什么？哇，你呕完尿没有？你呕完尿没有？你看个直播就看个直播，看个直播还要叫我暂停一下？你看电视连续剧吗？还可以啊，快进倒退，哎，还可以暂停。你去呕尿，我看不见你了，你放心了。